大家好，今天来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手掌中的九宫八卦方位，分别是乾卦、坎卦、艮卦、震卦、巽卦、离卦、坤卦、兑卦，以及手掌中心的明堂。不同方位代表着不同的含义，乾卦代表着父亲，坎卦代表了家中的祖业，艮卦代表着田宅，震卦代表了兄弟之间的关系，巽卦是财帛宫的所在，离卦代表了自己的官禄官位是否能够当官从政，坤卦代表着母亲跟子女的关系，兑卦代表着妻妾妻子配偶的关系，中间的明堂代表着一生当中财运事业的荣辱得失。如果对应手掌中的宫位饱满凸起，那么与之对应的运势就会很好。好了，今天的相学就给大家讲解到这儿，我们明天接着聊相学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6672-3319。